我们一开始是大学同学，就在实践大学认识，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说要玩乐团，然后就直到现在，就是一开始是同学这样，因为同学的关系，就是四个人就很熟啊，就总比起可能你玩了四五个乐团。然后你要再组一个乐团，你去找乐手，就是你们碰在一起的那个原因，就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种，因为我们就互相很熟悉，所以也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就不管中间怎么吵架，就其实我们是以朋友开始的，那就可能更多体谅吧。第一场表演其实就是在地下社会，
然后后来有没有在台？他也在地下社会上班一阵子，这样就每天到那边表演，就是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有点难形容那个地下社会对我们的意义啊，但是就是很大，对不对？没有啊，觉得平常少一个地方去很无聊，对吧？有些很多朋友现在都见不到面，更无聊啊，是吧？然后每次经过地社门口，都觉得我都觉得很饿，就买一个鳝鱼面吃这样。没有，我觉得很难过啊，就是其实就是少一个地方可以去啊，就很像很孤单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一样。
望下一张专辑是中文专辑，所以就是开始尝试唱看这样。中文很难，所以就是努力看看。我们就是最近歌越写越慢，就是可能拖很久之后就有一些好处吧。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跟大家印象中以前我们的歌跟现在其实也过蛮久了，对吧、啊？大概也已经至少两年了吧，对吧、啊？所以在两年这段时间，我们想要做点别的东西，其实蛮正常的、啊，对吧、啊？啊，我们现在脱离那个青少年时代，在那个对比较成熟。我们现在想要走一点比较成熟的风格，对，然后想要唱一下中文看看，对啊，所以唱中文一开始还是觉得还是蛮怪的啦，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试试看，就是对吧、啊，用平常在讲话的语言写下歌，这样让大家可以更多人听得懂。我最近养了一只猫，对，很可爱。我最近在学吉他，真的，对，准备要当主唱。酷哦！啊，我最近呢在，差不多啊，每天都一样啊，就是在练吉他，然后玩一些别的团，对，我现在玩很多团。每天都在弹吉他，
有时候弹一下 bass 这样，然后教教吉他，对，然后大概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又不玩阴阳，我们现在不玩阴阳后旁啊，我们也所以他们都变胖啊。对啊，我们现在就玩摔跤啊，玩什么？没有啦，我们也现在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做了之后，边做之后，我们就会慢慢一边知道嘛。对，大家就是听到我们歌的人也是一边听一边知道我们在干嘛。对，这样比较有那个惊喜这样。1996年成立的，现在已经18年，第十八年，2014，十八年。本来我跟大麻是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然后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想一起玩牌。大师兄是2001年加入76的，子乔是零三。我觉得我们那个该怎么讲，错误经验一直蛮多的，可是我们以前的时代，就90年代。
台湾乐团开始数量变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业，那个时候我们都叫地下乐团嘛。就一直走过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收获也很多，就整个环境的强壮，其实我们应该是最大的获益者。我们就是抱着回馈的心情在做这些事，其实很多事自己还不懂，慢慢学。当我们很菜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或者说结果会怎么样。那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十几年的乐团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像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很健康的活着，健康的继续玩乐团，好像就是大家有个对照组说，这样子下去乐团照这样跟着玩就可以。所以我觉得比较常在想的事情。Thank you.
终于我再也不会迷路了，错综复杂的开始，勇往直前的出口。小时候超排斥比赛的，因为每次都公平，然后失败两三次后开始气，说评审不公平，就是觉得评审不懂我。可是我们第一次拿奖应该就是金曲奖，其实到上台领奖之后，我还觉得怎么会这样？不是说我觉得我们不好，是我觉得这个乐团的领域那么广，那怎么样可以拿来一起比较，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即使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可是他好像的确会鼓励到一些人，不过那个鼓励的方式，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为这个东西解套，想一个答案说他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蛮尴尬，又不喜欢他，可是又很在意他。其实我们有以前有连续拿过两次很重要的唱片奖，可是那个奖现在没有，就是时报的一部十大专辑，中国时报以前做的，那个时候的评审，我们后来就各种机会，我们后来也会再遇到，像艳萍啊、林永兴啊、小树这些朋友。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最佳乐团，没有什么最佳男女歌手，就是选十张唱片今年最棒。那时候是方向感大概的鼓励，就连续有拿到。其实很快就是大家会知道一个乐团。其实我们想到乐团的时候，不是说乐团形式有没有办法买广告啊，或投资广告，其实可以啊，家里有钱，或者是跟唱片公司做一些交易，其实都有机会这样做。主要是大家没有什么兴趣，我说路上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啊，所以那个时候拿奖觉得好重要，好重要。拿到金曲奖也是很重要，因为家人都超开心的，家人的都一直接到电话说那个阿凯得奖，大家很高兴，对他们都比我们还高兴。可是没有很多奖给乐团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乐团，或者是现在有多少乐团，放在要跟张惠妹，也许竞争，也许合作，或者是林俊杰啊，或者是孙燕姿啊，想到还是会觉得有点难。就是其实乐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谁能够相信？
应该这样说，就是以前没有这个行业嘛，现在很明显就是这个行业。我前一阵子算了一下，台北有三个千人场地，包含 Legacy、New Studio 跟 ATD for Fun， 然后加上两个中型的场地，六百人，大河岸、西门河岸跟 The Wall， 就这样几张了，3000加上1200、4200，然后加上所有的场地，我那个时候算是5500张票，每天晚上要这样卖。5500张票就几百万台币的营业额嘛，以前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生意吧，应该这样说，也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行业。现在它是，可是团很少，就团比想象中少很多。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继续鼓励年轻人玩团。那如果年轻人不想玩团，其实我没有责任，就是这是我对展演空间的看法。
想过等他们美梦中醒来，我已跨越一整个沙漠，在广青草原上睡着，然后梦见思念的你，在梦中翻开了日记，你大笑我写给你的诗，在梦中牵着你的手，我们在2007年还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瑶瑶出专辑，2008的时候，然后瑶瑶就签了一张专辑给我们嘛。谢谢1976的哥哥，就是谢谢1976哥哥要帮我写歌哦。对，但是我们不知道瑶瑶是很客气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心中应该有一点期待，就是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对帮他写歌，然后一起玩音乐，应该会很有趣。我觉得瑶瑶不错啊，我也投瑶瑶。但已经过5年了。我想跟 Strokes， 对，纽约的乐团，对。我觉得合作还好啦，就是因为我们也做了1976，总共做了五张，六张专辑，然后我们四个一起做了3张专辑。那之前都是在别人的录音室做的。那我看过，就是有很多纪录片来讲，就是其实很多很有趣的专辑，其实都不是在大陆录音室做出来的。比如说 Foo Fighter 的好像3张，是不是？就是什么？对，或者等等的之类的，其实都是几个人自己就是硬慢慢弄出来的。我其实很想要试一下那样的感觉。就是互相，对，所以他想合作的是一个房东，对，在某一个 room， 对，然后也许魔法就产生了。
上海报，还是要再叫嚣着新时代哦，新时代，还是要想做个朋克，还是要而且保持这样，耳机里的新郎超漂亮的唱。Never mind, never beat on me. We gotta shake this the wave.